收地婚是一定要在下一次的国会里面，他是我最尊敬的民主的前辈，他在少年的时候参与我们的民主运动，一路走来一直是在第一线跟家族的派系来对抗，他也一直拼，他希望说跟我们的文林的乡亲来做会，走出一条青年进步的路，让我们的云林的乡亲做会决定我们自己的未来，不是让一个家族来决定我们的未来。大家说对吗？对吗？各位乡亲是多少，我们云林海线就是台湾民主的第一线，我们来守护海线，海线的乡亲做好专台湾看，我们守护民主，守护进步，我们要继续走对的路，不要让家族派系继续来主导我们的云林，这样好吗？好，我们支持苏迪芬，让真正用心照顾乡亲、守护民主的苏迪芬来继续守护云林，继续来替咱的云林来拼，好吗？好，有心勇敢心爱台湾人。